松哥，松哥，你先。参与柬埔寨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干，我就不抢了。口鼻的膜，我特别怕。看到别人跳舞，松哥接，那不是接着抢接，明白？然后一般注意嘛，讲的。你看到目前是可以说在中国也是多次被确诊。这个抗疫医疗专家组对亲王阁下及各位领导对我们专家组的支持通报，同时我局也组织全面克隆路班省拉吉勒勒要阿给我们克隆就针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建国副大臣一般亲王亲自率领国防一栋五层楼，具有60个部队的官兵提供了，其余。